都哪能放出去呢？我要安怎办公室？再有搞不好，你也讲真正啦。抗议的目的是说，港务局针对只有针对煤炭的部分在处理而已，而铜土的部分、铜污染的部分，哦，铜污染混成的铜混成污染的部分，他们都不处理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有目的来的，这样不是胡乱来抗议的，这样。